李进良因为与绯闻对象田心过从甚密，与妻子胡盈珍、小珍婚姻关系降至冰点，日前传出可能复合的消息，但是最近他居然请田心担任诊所执行长，让人各种黑人问号。小珍七月接受苹果专访时称维持分居，但是已经复合。但是八月小珍前往美国时，李进良却又被拍到与绯闻对象田心同游泰国的照片。而这一次居然不避讳，直接请田心担任诊所执行长。媒体询问李进良，不怕老婆吃醋吗？他笑而不答。